希望可以屙屎。列车继续唱歌，我希望好快写啱晒啲生字，唔使用我嚿擦胶。我希望我叻仔，妈妈唔飙眼水，唔使更年期。我希望攞 A， 唔使差少少。如果我叻仔，叻过个屎忽。如果妈妈开心，我情愿，我情愿以后唔食我最中意嘅鸡。我希望佢叻仔。如果麦兜叻仔，我情愿。喂，你人细细啊，食粉菜。阿妈，阿妈，你睇下，你知我几叻仔，攞 A 啊，真系攞 A 啊。各位观众。贫邻鸡食啦，叻仔吓，我都系唔食啦，你食啦吓，我减肥啊，你食啦，我食滞咗啊，你都会食仔食啦，我胆固醇啊，胆你条命啊，食啦，你食啦，你食啦，我生痱子啊，我生鸡眼啊，食啦。我屙厄尿啊！我香港脚啊！我穿裤手啊！食啦！你食啦！原来在麦兜许愿的同一个晚上，麦太同样许了一个愿。我希望佢叻仔。如果麦兜叻仔，我情愿以后唔食鸡。我胆固醇啊！胆你条命啊！你食啦！食啦！你食啦！喂，鸡都冻晒啦，最后都系麦兜吞吞吐吐咁同佢阿妈讲咗佢唔食鸡嘅原因。麦太突然间感觉到一种唔知系边个，总之就系俾人欺负嘅感受。佢有啲嬲，有啲伤感，又有啲惭愧。佢起身攞咗碟鸡，好贫吝咁将佢翻热，再放响麦兜前面。佢话：妈妈响出边。其实都不是一只成功的猪乸，每日我频频扑扑，由朝到晚，回到家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煮一餐美味，看着你吃东西的样子，这个是我可以给到你最简单最基本的幸福。所以如果你以后不再吃妈妈煮的鸡，妈妈再见不到你吃鸡的样子，那妈妈的一切就完了。唔再买自己猪仔，唔再买自己猪仔，仔唔怕啦，食鸡啦。以后你叻仔就最好，但系如果真系唔叻，我哋两仔乸食多嚿鸡。